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就有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现在游玩的游戏是《星球大战三：明月孤星》资料片的剧情哈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找丑星友入我们的队伍，一起去寻找九龙旗秘宝。打马悍将，打马悍将到底是什么梗？那我的 IG 就是有些 po 一些美食或是一些废照啊，就是平常也没喝啦啊，大家就是尾牙会就敬酒嘛，需要你喝，但我是不想喝啦。我们逛一下有没有什么宝物，而且我喝酒脸会马上就红，所以。就是医生说我的身体不适合喝酒，就尽量不要喝。这不是巧巧吗？好久不见了。有啦，巧巧好想大家哦，所以想找大家聚聚啊。真是辛苦巧巧了。不过在这之外，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吧？怎么一眼就看穿巧巧的心思了？真是令人生气。难道巧巧真的是那么现实的人吗？巧巧好难过哟。对不起，巧巧。真是伤心。九龙旗，有个很久远的传说，只要能收集九面龙旗，便能获得天下至宝。我靠，我以为是七龙珠嘞，还有七龙珠。好啊，原来又找了巧巧的道。哟，新友的口气真是无情啊！让巧巧怀念大家那诚挚又感人的友情给破坏殆尽了。难道巧巧真的是那种利用朋友来达成自己目的的自私鬼吗？巧巧好伤心啊！你倒是自己全部都讲出来了。好吧，就陪你一同寻找九龙旗吧。3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，一同聚聚也是件好事。什么人又传来送死？我爹呢？就是那个不知死活的硬标老头吗？我们也在寻他。哟，你们为什么要寻他？因为他接了不该接的标，属于天尊的东西，容不得别人动之分毫。天尊。顾昌燕还是江玉郎，你这名字问的太多了，受死吧！哦，这招化点防心其实很强哎，是不是该学一下？好吧，学一下。哎，这不是巧巧啊，这是黑媳凤啊，像是黑媳凤带队啊。嗨。站住！你们是？这家伙有些迟疑，让巧巧来。当然是我们，那还会有谁？果然有我派武学的内力根基。那老头顽固得很，武功也不低，大家小心点。卑鄙！无耻之徒，竟敢以暗标伤人！哦，江霞可以学哦。好，真是糊涂的老头。是你们？没错，就是我们。飞燕门，你们究竟有什么来历？为何请老夫押镖，又半途劫走？这是我们的事，你管不着。我们当然管得着。巧巧，罢了。可恶！你们怎么进来的？水影仙子，我明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只好请你们共赴黄泉了。有东西可偷吗？有哎、欸，还真的有。好像是面试刀法、哦。好，我等一下去看。
上神掌了啦！破军拳，29000。51000，哇！哇，这个连击，杀心刀比化点防心还要强，对不对？太猛啦！彩带舞然后血好多、哦、所以杀仙刀应该比化顶繁星强哦，杀仙刀是最强的。哇，小小被打一下好痛哦。还没死，啊！我没看错，这样就死了。啊，算了，不复活了，就这样。还没死。师兄，哈哈哈，咱们的目的已经达成了。对，小心。可恶，九龙旗什么九龙旗？行吧，我们快追。爹，你真的点，我马上送你回家。你瞧瞧，快过来帮爹爹。真是不甘心。区区小彪所伤没啥大碍，你们不用担心的，这是老夫失算了。这料要持镖并不寻常，却没料要劫镖之人竟是脱镖之人。这九龙旗之传说是闹得武林动荡不安啊。有啦，那劫镖的人会是顾灿燕的手下所做的吗？又取名为飞燕门，莫非郭昌燕没有死？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熊大，哎啦，熊大要帮巧巧做一件事。巧巧要熊爸做的事，我都有做啊。你爹的九龙旗被夺，又被暗算，这样的仇只能不报。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两个，替你爹报仇，夺回九龙旗。小小说的对。好，走吧。不能再进去了。师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方才门外异象，我追出一趟并无所获，再回来时已经……这是梨花宫的掌力吗？我只知风行就会向我借九龙旗不成，便恶言相向，这回我居然变成这副模样。九龙旗，有了，这男人婆又一面，求求得想想办法。水兵救出师父，这万不可啊！这玄冰几年古了，要是已经打碎了，要救风行居就没有希望啦。可有什么方法可以救出风前辈？人家也不晓得啦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得要发展的才能解得。瞧地上的血迹，
对方应该重伤不轻。能够与风行居恶斗能占得上风的，我看只有妖月了。哟，没有错。最近武林中有许多人都中了明月宫的寒毒而遭冰封，我看这老妖女又要重现武林了。风行居又一面九龙旗，传闻九面龙旗会祈与九龙祭坛，能寻得天下至宝。风行居毕竟为了这个宝物而向寻找九龙旗，妖月与风行居发生冲突的理由应该就是如此了。金姑娘，你不是有本宝经一支，里头记载着天下间的奇珍异宝，这九龙旗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嘛？那里头有上千个奇珍异宝，我怎么记得住？宝经一支，真有这种东西？瞧瞧，你要想办法才行。我看我们先弄清楚金前辈的宝经，上移化宫，寻妖月公主问清事情真相。是的。喂，那我的九龙旗跟宝经一致呢？哼，走吧。没人要理他。不甘心，我不会让宝经一致这么溜走的。啊，风行居就这样被冰起来了。哦，有血迹，地上的血迹。黄金地龙，好，打开啦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人家以器官来，姚月已经气绝了。哎，连死后都要和言行永远在一起。有了九龙旗，一次还五面。就像轩辕姑娘所拿到的九龙旗一样，姚月果然是因为九龙旗与风行居发生冲突的，只是双方都活不了。不，一定还有方法可以救师父了。灵儿啊，没办法了吗？连姚月都死了，再也没有人能解明运宫第九重的寒毒。不过风前辈，想不到无闪仙又这么闪了，这事就告一段落了吧。轩辕姑娘，你手中的九龙旗可要保管好，这事就让它沉淀吧。武林中的乱世，我瞧得实在心烦。金姑娘，您等人家啦。师父，云哥，别难过了，我们回去好好处理风前辈的后事吧。轻轻松松就拿到六面龙旗，秘宝就快要是我的了。好，走吧。呜呜呜！这么多人，这么厉害。金姑娘，你怎么了？突然断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奇怪，网路总怪怪的。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吧。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奇怪，今天网路怪怪的，一直顿。好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继续吧。不行，
新姑娘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害你的？回答我，金姑娘。有啦，这到底小小被弄傻的？姚薇公主死后，还有谁会用明明宫？除了吴缺伯伯之外，江玉郎？难道江玉郎和郭长夜都没有死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。这其中相当多疑点，姚薇公主的死或许不是师父所造成的。云哥是指另有其他人杀了妖月，九龙旗。金姑娘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你等我。前辈，九龙旗，糟糕，周宗娜还有一面族长给他的九龙旗，我心中有不祥的预感。那我们尽快赶回旗主吧。嗯，事不宜迟。霞云，谢谢。哎，九龙旗，就是九龙旗害了你吗？究竟九龙旗的秘密是什么？宝清意志，九龙旗，原来如此。好，是紫英啊！方才有几名无脸士到旗主里，不晓得发生什么事。紫英要回旗主吗？玩鬼魂配音，反光没差哈、哦。哇，死光光哎、欸！原来不会吧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姐，不要，不要说话，再多一些。姐，被坏了。你要振作一点，别忘了我可是要偷你的九龙旗哦。再姐姐，猪，到底是谁？是谁下的毒手？对不起，你凭什么说对不起？会变成这个局面？全都是因为九龙旗而起，全部都是像你一样贪求无厌的人所造成的。你凭什么说对不起？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说？我，子英，这不是巧巧的错。如果巧巧没有动九龙旗的脑筋，也改不了这个事实。子英，我们该暂时收起悲伤，好好的安葬所有的人，别让他们再受苦了。别了，我最亲的人，现在的我该何去何从？告诉我吧，指引我吧，我不会再悲伤了，因为我需要复仇的力量。
愿你们在天之里都得到安息。永别了，我的族人。海中生，海中亡，这是祈祖的习俗。大家都回到自己真正的故乡了吧？子英，我明白的。我会将这份悲伤转化为复仇的力量，亲手查出凶手，以他的血祭族人的在天之灵。嗯，我们都会支持你的，子英。乔乔，对不起，我说了一些过分的话，对不起。不，子英说的对，我这就对了。我们应该一起努力，为子英复仇才是。嗯。铁前辈，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难道他便是凶手？应该跟他打架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，大叔？没事、欸，快走，你们快走。好，就这样。嗯。沙陀村，这个应该是资料片才出的村庄吧？神功破败，不买。好，买一个枯面魔心果，完成交易。你们两个小辈，请干一下这等恶行，受死吧！铁战，况我凭着敬为前辈，可是你却为了私心歇息我其主，我要为我无辜的族人报仇。你们这些哇什么态度？竟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废话！你为何在其主出现？证据已经在眼前了。能不能引狡辩？所以你就认定老子便是凶手？有趣，那又如何呢？老子根本没有否认必要。你，那就以你的血祭奠其主的灵魂吧。我靠，三千滴！好熟悉的招式哦！哎呦，灭世刀法的伤害是比上神掌差一点。我最强应该还是天外飞仙了，看这个伤害。一万呢、欸？他每一集都一万四，十次这样14万多。天花飞仙太猛了啦，最强的招式。14万。然后再来就是上神掌，然后再来是灭世刀法。怎么还想继续打？
要是惹毛老子，就一个个把你送下地狱。你愿意死，也为这个人报仇。好，那你就……那两个小孩逃走了，可恶！那两个兔崽子怎么不见了？方才那两个人才是灭你族里的凶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子在无名岛开枪，七座火焰穿洞，赶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。只见那两人与七座的暗处闪出，老子便追到此处。又遇见你们这些小子，惹得老子肝火上身，拳头发痒。对不起，前辈，被仇恨冲昏了头。现在老子没时间和你们谈什么对不起的龟毛小事，要做到那是小事才行。那两个贼人一定还没出村，老子就守到村口，看他们怎么逃。你们就负责把人给我找出来。好，前辈。你们要做什么？这那里没有想要的东西，你们快走吧。这个老伯很可疑，一定有奇怪的地方。快走吧，小花。小花，刘姨珠，然后嘞，啊，等，踩到什么？啊，原来是琉璃珠，这一定是崔党的女儿小花乱丢的。她最喜欢玩这种小玩意儿，砸得一地都是，真是的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然后嘞，哎，这还有一个，怎么那么多啊？然后嘞。我再回村长家。嗯，这里还有一颗，两颗，还有吗？哎，还有一个。这里都好闷哦。你们是看到我地上留的记号追来的吗？嗯，是啊，你家的琉璃珠要还给人家，那可是我跟小马赢来的。可恶，居然被我们找到，拿命来！天山雪莲，哇靠，你身上竟然有天山雪莲，哇，凌霄剑法，是不是该学一下？学到了，学到了，可是才三年级而已，有点太少了。好可怕，爹！多谢七位大侠解救小女。大叔说话为什么这么小声？被贼人闯入老夫家中，其中一人藏匿老夫家中啊。他们以小花为胁，而老夫不能对外张扬。那他们躲在哪里？就在右上方的柜子中。右上方的柜子，我们躲进去。贼人，出来吧！我还我族人的命来！哇，这招也破9000多，可是没有突破，可惜。哎呦呦，差点就死掉。
看一下小仙的化神鞭法。化神鞭法。哎，刚那个佛像怎么有点像天龙八部的？虽然极力掩饰，但武当的剑术如此与内力是骗不了人的。七祖究竟与武当有何渊源？难道这是为了九龙旗？你们不懂的，不会懂的。杀了我吧，九龙旗不在我身上，师兄们一定会替我复仇的。下地狱去吧。子英，你走吧，我要是杀了你，不是和你们一样了吗？不要再让我见到你。子英，接下来不要上武道，要回属于七祖的九龙旗，那是属于七祖的东西。呀，是的，是的。那我们上武道上吧。你这贼人，你想做什么？老子受的一肚子窝囊气，就拿你这只疲劳出气，给老子滚到地狱去吧！啊！哎，不要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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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找到金元点数，感谢各位。我可以找小毛玩的。人家的手生病就一直捉人家痒，人家的手就好痒哦。上次跟他玩医生的游戏好痒哦。哎，上次他说你害喜了，那他检查检查。哎，这好变态哦！就那个神秘剑客被铁杖弄死了。哎，铁杖都走不见了。啊，铁杖都这样不见了。啊，哦，就是这两个。武当，哈哈，等他们斗了两败俱伤的时候，九龙旗就会是我们的了。是的，哈哈哈哈。咱们就可以重振昔日的威名了。不，总算是来了嘛。师弟，师弟别怕，师兄自从立了那个之后，已经是天下无敌了。咱们这几年的冤情，就在今日洗刷干净吧。是吗？上一次你是怎么说的？这是不同了。师兄神功出尘，绝对打得他们抱头痛哭满地爬。师兄，地上很硬的，很捏石头，你要小心。你，还有剧情哦！达摩想要出法，烂东西。哇，他们戏份真多呢，资料片也有他们哦。撑不掉我一集的天外飞仙。什么东西啊，来搞笑的你。
两位点唱的朋友，请留步。你说什么？什么点唱派？没人不说暗话，以顾尚义为掩护，私底下抢九龙旗，这样的事是瞒不过我的。你想做什么？交出身上九龙旗。我如果不交呢？很简单，你们会知道的。大叫，惨叫一声。哎，等等，我们走错了。没有，没走错。果然来了嘛！你们为什么要灭我族人？就因为九龙旗？你们不知九龙旗的威力，这是重振武当的唯一办法。所谓正派的作风，便是如此，与一般邪教有何不同？或许你们会这么认为，但也仅止于你们吧。只要将你的嘴封住，那武当依然是名门正派。哈哈哈哈，届时便是武当派抬头的时候了。啊，又是你们。九龙旗拿到了，大家你们可以安心了。子怡替大家报仇了，虽然有一点点的不好意思，但九龙旗只剩下两面了，小小的秘宝就快要得手了。离开这个污秽的地方吧。什么？我还要走下山？有没有搞错？前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交出九龙旗！前辈，你……我没有开玩笑，我说交出九龙旗。罗拉，你是怎么了？连你也想跟小小？跟大家抢九龙旗？为了金姑娘，我别无选择。我输最后一次，交出九龙旗。前辈，请醒一醒。既然如此，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亡灵招揽，魑魅唤来，五鬼之法。中无之地，大家小心！什么？突破五鬼之术了吗？那我就亲自动手吧，前辈。既然前辈要去要九龙旗，奉上便是了。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？为了金姑娘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什么？这辛苦得到的九龙旗就这么送出去了？小小不甘心。刘郎，九龙旗到底有什么秘密？九龙旗，金姑娘的宝经一直记载。前辈，我明白了。你们将这九龙旗拿去，前往九龙祭坛，就会救出金姑娘。前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两位公主早已身亡，谁还能使出明运功？难不成真的是江玉郎？哟。这些都不重要，当务之急，我们要先遵守前辈的遗愿，发掘九龙旗的秘密才行。究竟九龙旗有什么秘密？前往九龙祭坛吧。
莫名其妙被冰起来了。明明是杀人之前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一集《明月故事篇》先到这边。好，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这个追踪 IG、FB 还有Twitch，谢谢大家这集收看。